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8月26号，昨天是七夕节。这是青岛城阳区政府所建的一个路面，这是我来青岛近10年见到的积水最深的一次大雨。现在路面一些地方的水深已经超过50公分，雨还在不停的下，很多车主心确实比较大，还在马路上狂奔，殊不知自己的车发动机可能已经进水。右上角那辆小白车已经开不动了，这边又出来两辆，也不行了。现在雨停了，仔细看水面上飘了很多油渍，应该是从车上下来的机油。路面上的行人也开始多了。刚才看了一些网上的信息，整个城阳城区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，很多低洼地方的商铺室内已经进水。相对青岛市区高低起伏的地形，城阳区的路面还是比较平坦的，这就导致了如果突降大雨排水不畅的话，就可能出现大面积这种被淹的状态。看来城阳区的排水系统还是有待提高的。但是中央路这都变成河了，它的水都没沉。你看外边水。哇，你看你看俺的车都泡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车里都过。我操。在这里开闸放行，要不然真没法走啊。青岛的二手车市场完了，青岛的二手车市场完了，全都是泡水车。